蛋几乎包含了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成分，但不当的烹煮方式反而会对身体有害。鸡蛋若煮过熟，以致蛋黄表面发绿，便会难以被人体消化及吸收，给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，建议别吃。要正确煮鸡蛋，时长是关键。建议开火后煮三分钟，再让鸡蛋在烧热的水里静置两分钟即可。这样不仅蛋黄已凝固，口感也特别嫩，最重要的是细菌已完全被杀灭，可放心食用。